兄弟们，还有人刷我要感谢人间呢。我说句实话，人间应该跪下来给我磕几个头子呢。还我要感谢人间，人间不感谢感谢我就算了，我要感谢他干嘛？是不是？你这话说的一点格局都没有。是不是？我让人间享受到了之前他没有享受到的待遇，现在他变成梦幻西游第一指挥了。以前哪有人给吹人间啊？是不是？这人间不谢谢我，人间有一半的工资应该给我，给算我给他打了个广告，对不对？